什么呀？分明是你麻将队没人，这一个个的弱不禁风，碰一下就倒，还打什么比赛？你说什么？什么玩意？你怎么说话呢？你干嘛呀？什么意思？你还有理了是不是？哎不，我看那拉拉队挺横啊！啊，要不你来试试？你干什么去？我觉得你来比都比他强。你想干嘛？见人多作怪，要是小剑哥在，看你们还敢不敢放屁。小剑哥，好打啊！都在生我，你来记，你来记，快快快快！曾航哥，小宝实在上不了了，要不你上吧。这种事情你就别叫我了。你看我什么时候打过球？再说了，胜败乃兵家常事，输了就输了。还有谁能上啊？还有谁能上啊？哎，怎么了？到底还有没有人啊？要是没人的话，今天你们麻将界就算输了啊！你们赢不了的。我们上，走。你们行不行啊？小剑哥呢？小剑哥，小剑哥，哎，怎么了？叫叫叫！那你倒出个声啊，连个声都不出。瞧你这阵仗，比商业界都大。商业界怎么了？那商业界和麻将界打篮球赛，两边杠起来了。干什么去啊？进攻进攻进攻，好好好，这个要空位传球传球，哎，球打怎么样了？就那样呗。你不打了？嗯，回家温书。我不像你，每天有大把的空闲时间。易东东，啊，想不到你有两把刷子吗？我可挂住你啊！走开了嘞，没事吧？没事，你不是都帮我报仇了吗？小剑哥，小剑哥，小剑哥好。看样子打赢了啊，打赢了！我刚才在说呢，要是你在的话呀，在什么在啊？人家早就不打篮球了。啊，不是不打，是不中意和我们这帮戏路仔打呀。去打架，你还和什么红哥混在一起？我做什么跟谁一起混，都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没关系。你打架你还有理啦？我知道，你因为叔叔的事跟你说过，别提他。我只是觉得，虽然现在不给你分配工作了。但是你完全可以重新开始的，你干嘛非要跟那些？反正我就是这样了，别管我了，行不行？哦，小贱，你干嘛这样看不起自己啊？是啊，
我是看不起自己，你别管我了。那你就这么混一辈子吧。我混一辈子还是混两辈子，都不需要你管。 这辈子，下辈子，我都不会再管你了。可凉了，有事啊？再冲一遍。小王，没事吧？这欧小健，自从被开除之后，整个人都堕落了。 跟不三不四的人混在一起，这人会变阴暗吧？他不上学是因为他奶奶，他跟那些人不一样。就是啊，刚小健还问我们比赛的情况呢，明显是怕我们被欺负了，过来替我们撑场面的。你们先回去吧。 你先回家，我去买点东西。嗯。小健是谁？来来来，方老师，哎，我都跟你说了，哎，进货、百货呀，都我来，你这婶子要怎么办啊？哎，哎，健呐，你。 你怎么回来了？今天上午我没什么事儿，我先忙完再回去。哎呀，那这个点儿，修理厂没事儿啊？没事，不都跟你说了吗？啊，去歇着吧啊。那晚上在家睡啊？在家睡。奶奶。 来吧，我来吧。哎呀，你去歇会儿，我也去歇会儿。哎，嗨，坐着。没事儿。哎，怎么了？我整理了一些以前的复习资料，你要不要？ 不用了，为什么？说不定你以后自考还用得上呢。刚刚我态度不太好，我知道你也是想要来帮忙的，复习资料就当是赔罪了。我还要上班呢。那就等你下班，大榕树下见，我等你到9点。 好吧。